郑伊健、陈小春、谢天华、钱嘉乐及林晓峰一连四场的演唱会，这晚在红馆圆满落幕。除了有五位阿嫂在台下打气，更邀得赛赛拉、黎姿现身捧场，令伊健大为感动。郑伊健，我仲有个红色嘅猫兔喺度喎，要唔要你兜翻转啊？我都係，因為俾我講少少嘢，因為我哋由好難想開始結識啦，拍咗戲啦。我嘅第一次嘅演唱會亦都係佢做嘉賓嘅。甚至乎我喺上海第一次，亦都係佢嚟夠價做我嘉賓嘅。但係小弟咧當日咧比較年青啊，唔係好識用感激嘅説話。其實係我衷心多謝你，包括今晚你嘅領導 ，thank you。見到細細粒將我哋所有嘅帶翻曬翻嚟，我好記得咧。當日咧，我哋拍其中有一場戲咧，就要喺銅鑼灣，就停低咗架車之後咧，就我哋互相將啊細細粒咧拋嚟拋去嘅。好在你真係細細粒咋，但係當其時咧，因為我係未舉嘢嘅關係咧，唔知邊個掉到埋我嗰度嘅時候咧，阿細細粒變咗好大大粒。哇！跟住重要啊，來同快啲啦，走啦，拍啦！除了伊健谢谢黎姿多次一起相挺之外，林晓峰也在台上感谢谢天华的救命之恩啊！即系喺第一集咧，我哋系因为大家一齐聚埋一齐咧，系唔系好熟悉对方嘅性格，亦都唔系好知道大家嗰啲力度咁样。直至到咧有一场戏，我真系体验到一样嘢就系、是，我呢三位兄弟嗰个力度。我哋去澳门桥嗰度拍劈友。我哋朝頭早嘅時候，我好記得啊，盧偉強導演同我哋講話，冇乜時間噶，條橋封咗，去拍啦咁。咁啊，同一時間咧，佢亦都咧有一位嘅演員就係謝天華啦，咁啊問過盧偉強一個問題嘅。阿導演啊，一陣間咧嗰啲招數點樣度法啊？我哋一陣間點樣打法啊？點樣隔招啊？度成點樣度啊？係張帽子係邊個？啊帽子係邊個啊？係啦，點樣一陣間點樣啊？佢咁多劈落嚟，我咪咁樣度。跟住劉偉強同佢講：啲人走來一劈你，咪走咯。我哋邊個冇錢嘅啫？好啦，跟住咧喺澳門橋嗰度拍嗰場戲啦，三四個泥頭車，有成百幾友咁樣湧落嚟。嗰場戲就講咧，我個阿哥咁就俾人哋劈死就係招聘。咁啊朱永棠瞓低咗之後，跟住我哋就由嗰條澳門橋，我唔知點解嗰條澳門橋咁長嘅，真係好似跑緊馬拉松咁樣。一跑落去，仲要係一疏落，因為咧，我哋一跑完到橋尾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避對方斬我哋嘅關係。當其時，我好多謝謝天華，因為當其時澳門咧喺葡京出面咧嗰個迴旋處咧仲未改建嘅，一衝到落去迴旋處嗰度，我真係惡居居，因為放起上嚟咧，因為盧偉強話唔得啦，拍啦，唔理佢啦，啲車係咁衝過嚟，有一架我好記得係一架 Benz， 佢衝到埋我身邊，我就嚟俾架車撞到嘅時候。謝天華一手一車扯到我，掹咗我走出去，係單手啊！我好多謝謝天華。这一次在演唱会上不止话当年，伊健跟小春更上演了一段小小的音乐剧，伊健更大展好身手，让台下的粉丝尖叫连连。Thank you.
你是我的秘密，我是你的废物，缺席也不算损失。今晚我生日，祝你有今日，地球上快消失。眼泪还是留给天。有今生无下世，你是否想我起这个赌誓？胡子的演唱会这么成功，他们背后的女人当然是功不可没了。其实每一个每天都要来，每天都要来。每一个太太都很支持我们的，对，每天都要来。每一个单位，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疲累，真的，因为看到自己的丈夫在表演也是很伤心痛的。就是这个演唱会最感动的地方啊，对，就是有家人的支持。胡子为歌唱练得满身都是肌肉，不止林晓峰大方脱衣表演秀肌肉，其余三子郑伊健、谢天华及钱嘉乐都毫不吝啬，唯独陈小春艰巨脱衣，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我有始始终在这个演唱会之前，大家很多人已经问了，会不会念一些巧克力出来？我说我不是牛郎，我不是鸭，我不是随便脱衣服的，对不起，我只会给我家人。他比较有性格，他觉得啊，老婆不给我脱，老婆有权利不给我脱，但是我脱不脱还是看心情吧。